好，今天是2021年11月30号，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参加纽约侨眷声援会城反歧视反暴力集会。一起就是怀着满腔的热血，支持我们这一层歧视暴力的这些华裔同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大家都赶到费城去，所以我们站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时间发出同样的心声，我们要反暴力、反歧视，我们华人要争取自己的权益。那我们在美国这个土地上活得更好，谢谢。好，谢谢啊，金一会长啊，是，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在百忙中大驾光临，真的很感激我们的同胞的心。真的是热的，大家说是不是？美东时间11月17日，在宾州会城地铁上发生一起针对我们亚裔种族歧视与仇恨攻击。一名华裔民族那个女学生为了保护低年级的男同学，挺身而出制止仇恨分子，就不幸地被成为一个仇恨的对象。这个视频曝光以后，我们华人华侨真的是无法接受。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我们是建设者，也是奉献者，不是受害者。在这个时间，我们真的要团结一起，团结才有力量，团结才有给那个政界人关注，一时激起千层浪，万众齐心到家园。过去、今天和明天，我们不能再怕事无为，我们必须为我们子孙后代大喊助威。我们用青春和热血在这个国度上生活与发展，命运是靠自己去争取的。反对种族歧视，守护华人同胞，伸张正义，捍卫权益，团结一心，保护家园。Hatred. Unfortunately, she was turned into an object of hatred. 接下来，奏美国国歌，保持肃静。请大家记住，今天将是一个意义非凡且影响深远的日子。短短几天，美国胡建会馆就已经联合侨界、纽约侨界近百个侨团，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32号的大集结。这说明了纽约侨界的社团是觉醒的，是新年新的，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今天，纽约侨界的代表们不约而同的汇聚在这里，就是为了响应和声援费城的反歧视、反暴力的集会同步活动。我陈兆仪仅代表美国胡建会馆，感谢所有的兄弟侨团的积极配合和现场的乡亲们的热情参与，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声音。常言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始终都是在努力的工作，积极纳税，我们都是美国的建设者，不是破坏者。我们不是一群待宰的羔羊，我们不用逆来顺受，不能再沉默了。我呼吁这里的华人要团结一致，集中力量，以法律为武器，是时候向所有歧视言论、一切暴力行为，不管是任何人或是任何组织，我们都要向他做出有力的回击，为杜绝这一不和谐、不公平的现象，为改善在美华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我再一次呼吁在美的子弟们要有紧迫感、危机感，要积极参战议政。
我们不但要有追求美好的理想、十足的信念，还要有敢为人生的精神。美国福建会馆和各省级的兄弟侨团将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和有力的支持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今天我们能自觉地、自发性地站在一起，为纽约侨界声援会城反暴力、反歧视集会活动加油和助力，就是在维护我们自己的尊严和捍卫我们的合法权益，让我们同仇敌忾，为伸张正义而呐喊。反对暴力，反对暴力，反对歧视，反对歧视。夏文女士发言。国会议员孟昭文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侨领，还有我们华安社区能够团结一起反对暴力、反对歧视。谢谢谢谢谢谢孟议员，非常激昂的这个让我们的社区保护我们的社区，让大家团结起来，为我们争取联邦的这些政策哈。再次感谢州议员托比。说就是他在州政府这一层级为我们大家争取权益，还有为我们大家在有犯罪的这些暴力犯罪的人员去研究他们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然后州政府也拨了1000万给到我们去研究，还有教育方面去停止这些暴力的犯罪。好 ，Thank you, Toby again。然后再次谢谢 Edward 议员，他始终。每次我们在这边集会他都有参与那么下面我们有请后任市议员黄美仪。大家好，我是黄敏仪，我是明年代表 Flushing 的社区纽约市议员。我要真正谢谢我们的陈会长、大家领导，跟今天跟大家站在一起，谢谢大家。Go doing mom was sweeping her after any one of us is attacked or not to.When it's a hate crime, we must prosecute. But what are they learning about the educa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history? 谢谢黄美仪给我们的这个讲话。她说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必须要从教育方面，然后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然后停止这个仇恨犯罪，然后让那些就是罪犯都要被起诉，那让我们大家都。团结起来，一直抵制这个仇恨犯罪，好吗？好。那么，下面我们有请 AAC 巡逻队队长吴一鸣讲话。首先我们感谢所有的民选官员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讲这次，暴力的情况出现，是又一次对我们亚裔社区的打击。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首先我们今天就做得很好，大家所有的社团、所有的人，我们不管政党，我们不管立场，我们今天站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起步。我感谢大家，陈会长和我们所有的都感谢大家。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很好的状况。第二点，我们的团结，我们的互相包容，就是我们社区应该有的新的观念。我们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为了同一个目标，为我们两亿来做事。最主要的还是第三点，我们这里站了很多年轻人，有年轻人跟我们站在一起，这就是使我们的社区更加有生气。我们就需要有生气的人站出来，有下一代一代、二代，背城的小姑娘站出来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一代能做什么？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到未来指责我们的后脊梁骨，说我们的祖先没做什么。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孩子。谢谢大家。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同乡会张宝利会长。非常开心，今天我们北京同乡会作为一个共同主办人呢，召集大家。我觉得今天呢，我特别开心的是看到我们这么多社团的朋友啊，在一起能够团结一心啊，站在这里为我们亚裔的权益来呼喊。
那个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呢，我们的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我们生活的一种恐惧啊，一种非常压抑一种情绪。因为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像费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 subway， 在我们街上，看很多华裔和亚裔人受到欺负。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呢，我希望能够唤起我们社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民选官员，特别是像孟昭文还有我们这些民选官员，通过我们今天活动呢，能够把我们的声音传到我们的国会，传到我们的政府，让主流社会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华裔社会，华裔是守法的人群，好吧？谢谢大家，谢谢。下面我们有请美国贵州同乡会金玉宇主席发言。我们相信费城华裔的伤痛我们纽约都感受到了，那么我希望费城的华裔们听到我们在纽约发出的大喊声，全美华人同气连枝，我们一起抗议，一起反对歧视和暴力发生。我是美国贵州同乡会会长金玉，今天我非常感谢我们为这次活动的筹办方福建会陈兆仪先生，同时我也深深地感谢每一位到场的朋友，因为在这么寒冷的时候，你们还坚守在这儿，用你们的爱心来支持大家。相信每一位的到来都会让我们全美华人为此感到温暖。谢谢大家。好，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上海同乡会省军会长金珍，真的很辛苦。大家可以掌声鼓励我们沈会长，好不好？讲话好不好？谢谢。美国社会应该绝不姑息种族仇恨暴力在青少年当中成风，谴责这种种族仇恨暴力行为，希望这些青少年得到相应的惩罚。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错误性，必须要向受害者们道歉。各州需要立法增加在学校里反对暴力、反对歧视的必修课程，提到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求助途径。那么据我所知，每个警局都有 Youth Coordination Officer， 他们负责关于青少年的一切，碰到任何犯罪行为都可以报警，而且应该及时报警，不做沉默的羔羊。应该大力宣扬这位华裔青少年见义勇为的行为，政府立法部门应该立法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行为，压制美国社会暴力仇恨亚裔的风气。谢谢大家。我是纽约美国温州同乡会常务副会长，对这次的暴力事件表示严厉的谴责，同时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亚裔美国人出来维护，争取我们更多的合法权益。我是代表美国红军，我也代表美国福建社团，针对我们福建子弟在费城受到打压，我们感到非常痛心。我们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个华夏善良的民族，但是我们不是怕死，我们是不忍死。我们的父母都教育我们的子女，我们要对所有的族群要热情，要善良，要正义。但是我们这个教育，我们的子弟有错误吗？没有，是这个美国的社会病了。这个病不只是这一两年来的疫情以来的事情，是川普总统以来我们面对的所有的打压，都是我们针对我们亚裔的。难道我们的亚裔就是没有声音吗？不，是他们已经占据民选官员，他们漠视我们的族群，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教导我们的子女也深深的爱我们的美国这片土地。美国的口号是美国伟大，但是我们更伟大，但是我们得不到我们的认可。所以说我们在此呼吁所有的媒体朋友，通过你们向所有的民选官员发出声音，让他们清醒一下，为他们的下一代，为我们所有的族群谋些幸福吧，让我们安全的、幸福的在这个片土地上更过得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好，谢谢郑主席。下面我们有请全美华人侨团联合会天津总商会牛红主席发言。大
家好，我们今天冒着寒冷的天气啊，都站在这里。我们呼吁我们所有的华人都能够站起来，在我们的同胞在遭受对别人歧视、殴打或者伤害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团结起来，团结起来一起，我们对他们进行保护，或者是一起帮忙，不能站在那里不管。所以我们大家80几个侨团的人，我们所有的会长都站在这里，呼吁我们今天在法拉盛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的华人知道，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一定要都站在一起，一定站在一起，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所以今天我还带来1000个这个黄哨子，哨子呢一会儿发给大家。那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大家一起帮助自己。今天我们两个主持人来这里，也是带着快乐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意，我们的同胞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真的有怒气。我也相信在座的、在场的所有的嘉宾、所有的同胞都有怒气。那现在我真的受不了了啊！喊起口号，好不好？反对霸凌，反对霸凌，反对暴力，反对暴力，伸张正义，伸张正义，捍卫权利，捍卫权利，团结一心，团结一心，保护国家，保护国家。Stand up, hey! Stand up, hey! Stand up, hey! Stand up, no hey! No hey! Hey, hey, hey! 我觉得大家要团结一致，把这些不好的影响全部干掉。反亚裔仇恨犯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的所有的华裔站在一起，我们抵制所有的这些歧视霸凌。你好，你好，峨眉。你好，杨洋，早就想认识你了。马来西亚，你好，你好 ，everybody。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市议员，我们的法拉盛的市长顾雅妮先生为我们发言。好吧，你说我们顾议员讲的对不对呀、真的讲到我们心坎里面去了，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出来投票，朝中有人，多说话，多喊讲话，好不好？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吝啬你们的一票，你们的一票真的很重要，谢谢你们。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河南同乡会的常务主席申道伟，申道伟讲。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好自己的职责，比如说我们的民选官员要为我们老百姓发声，对不对？我们的记者朋友要把我们的信息发到主流媒体，对不对？ OK， 别人在歧视我们亚裔，歧视我们中国人怎么办？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团结起来，像费城那个小姑娘一样团结起来。当你看到别人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帮助别人，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好吧？我们团结起来，反对霸凌，反对霸凌，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打击霸凌，打击霸凌。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我们一起努力，我们照顾到身边的人，我们照顾到身边每一个人，我们才可以不被欺负。当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是我看到我们的面孔，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伸出你的手，然后我们要打击霸凌，打击霸凌，打击霸凌 ，Starvation Hey， 清理游民在街上破坏环境。我们今天发起一个支持与参与，谢谢。顶着这么寒冷的天气来参加今天这个聚会。美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我们华人你不必成裁判员，你最终都是失败。一共有80多个社团在福建同乡会的牵头下。尊敬的各位议员、各位乡亲、媒体朋友，大家好！为我们的华人在美国参政议政，为我们的社区群体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的中文不好 ，so I'm gonna speak English. My name is Simon Mac. I am proud to be Chinese. I am proud to be Asian. I love my people. I care about my community. I see these videos of our people being attacked.Our elders, our women, our children being bullied, being harassed. And what pains me more is to see our people turning their faces, looking the other way. We have to be angry. We have to be upset, but we cannot be angry and turn it into blaming other people. We have to look at ourselves. We have to look at each other. If we do not care about each other, nobody will care about us. If we will not stand up for each other, nobody will stand up for us. So it is time for us to stand up. When I look around, I do not see no young people. I do not see our youth. Where is our youth?When I was brought up, I was taught to protect my elders. Where is our youth? Where is our young people? Our young people need to be standing here with us. Our young people need to protect our elders. Our young people need to protect our women. Much love and be safe.我们要向这位华裔女孩学习，所以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亚裔，2000多万的亚裔，500多万的华人，都要勇敢地站出来，而我们手拉手，我们要团结一致，显示我们力量。怎么显示呢？一，要用我们的钞票来影响美国的政局；第二个，要用我们的选票来参政、议政、执政，从选总统、选州长、选市长，再选议员，我们的下一代都勇敢走出来。第三个，我们要我们每个人的实际行动，就像我们现在的涉案队一样，在法拉盛显示我们的力量。法拉盛为什么能安宁？涉案队每天都在辛辛苦苦的用他们的劳动，用他们的勇敢，用他们的智慧，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钱，用我们的力给他们支持。只有这样，我们的社区才能安定，我们的华人才能够在美国扎根。以前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落叶归根，现在我们是落地生根。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我在美国现在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有了，不可能再回到中国了，是不是？我们在美国是我们的家，我们是美国人，我们要美国的华人、华裔都要站出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争取我们一切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我们的华人才能在美国扎下根，才能够争取我们更好的明天。谢谢大家。各位各位大家好，我是东北推然会的啊，代表东北推然会啊，全力支持。好，今天的大集会大水油马成功，谢谢你们的到临，保护好自己，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顺利，谢谢。